哎呀！开个耳线，今天依旧我们的立体车型。哎，颗粒高齐。哎，撕开，全给它怼进去的，兄弟。换包，1:0.7，但是打水有点困难了。1:0.7，差不多。好，正好。哎，泡个5分钟。饵料型好，加上我们的伴侣。全怼进去。来，小鸭，果味，一盖，两盖。那我们的4号，人不多，来一盖就好。2号的话也来一盖，随身用，来一层，打伞。这味道一下就上来了，一定要和均匀，领让里面不要有那种颗粒。今天我们用到锤绳，虎牙的锤绳，轻量大物6.3米，哎，轻得很的。然后3拉2的线锤，然后浮漂之间3.9克，8号的改良蓝牙，上来先抽，一定要抽到位，一定要那种抽，频率跟上一点，给它上炮，哎，走，哎，翻身，侧，主打一个抽。主打一个频率，主打一个水上层到下层全有鱼。走，一翻身抽掉，很舒服的。学会打浮，我就不会再去想着掉底了。这种小散炮，前期可以大一点，后期小一点无所谓的。下去，来，飞烧，跑了，我靠，跑了，这种事，继续，我飞烧烧上来掉下去了。服了，继续，还是双闪。对，来，哎呀，控住了，差一点拔掉了。我操！1级控鱼，哎呦，差点给他跑了，我靠！第一条，哎呀，大连用，哎呦，这要跑了大几十呢，舒服，这一条舒服，进货，继续，太爽了，小心的把这树给砍掉，算算，走，很大，就是这个味道，你就这个味道，爽不爽？你钓起来了就没味道了，对。师傅爽不爽？那个师傅，就是，你说这手杆掉过来，抛开就不用掉了。对，这感觉拉起来，呜的是吧？没这种感觉了。哎，对，就是要这种感觉。
钓鱼就是钓的感觉。嗯，就一个顿口的时候，在蟹叫的时候，对，那要蟹那个，哎，又来又来又来，哎哎哎，来来来，好了。哎呀！哎呦，太恐怖了，这个，这有可能是青鱼啊，这个这条啊。来，又是鲢鳙，鲢鳙。哦，哦，又是大家伙。哎呀，十斤，这条十斤。十斤有了，哎，嗯，真的大，哎呦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哦，一次抄进去，抄进去吧，抄进去吧，哎，哎哎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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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报酬得了，嗯，哇，是十几了。给你敲嘴鱼，进，重口打有可能也打，爆头，爆头，爆头，挂到的，毛到的，毛到的，应该是毛，有可能是毛，我也不，拿过来，哎，烧一下，顶过去，拿过来没消息啊，哎，漂亮，这个圆盘呢，这圆盘呢是两斤多，也应该有两斤多，两斤多，这种鱼也好吃的，好吃的，这圆盘的鱼很好吃，可以的。没多少了。哎呀，这刺口我真烦。来，哎呦，翘嘴！快快快快，这条这条下水飞，这条下水飞，这条下水飞。哎，漂亮！哎呦，你要不这个拿一拿，老人家。先放屋里是吧？行。那你玩一下，那你玩一下，那你玩一下。哎，进。好，来来来。过把瘾，过把瘾，我操！对，这条下面十几斤那条，你告诉干一次上来就可以。抛一下。打打打打！好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，控住，控住。手握大把节，哦，就这样子，哦，控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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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往那边，往那边，杆子别碰到，哎，杆子碰到那里了，别碰到杆子，别让杆子碰到东西，给他十几斤，你就人往后面来，往上面走，别碰到树枝，哎，别碰到树枝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对对，转回，你往回转，往回转，别动别动，松掉松掉，杆子松掉，正口，十二点。可以吧？这条十斤啊！过瘾了！我操！你要不拿着拍张照？拿着拍张照是吧？抓上面下面的嘴，扣住下面的，就是扣下面的，就这样子哦，扣住。嗯，好，等下帮你拍张照啊！拍张照，拿近一点，你敢举出去，鱼举出去，对，别动，我帮你拍大点，别动，好，别动哎、啊。Yes。 等下再近一点，近。哎、啊，这个就叫专业。可以，进乎。人生第一条鱼就这么大是吧？对。哎呀，拍的够大不？够了。爽到了吧？可以了。来。是啊，不可能的。不好控，小发发，进来，来正，进，一样，都在，看到没有啊？来，哎，真正，进，啊，又一条，进，一斤多。对，等等，我们把鱼拉上来，来看鱼货。怎么看？不行啊，我这边拉上来，哎呀，一百多斤，完了，搞不起来。哎呀，快，
哎呀！我操！这不给我洗脸吗？这里淤货。拉中间去。拉中间。翻了，我操！哎呀，删了！你往前面看一下，我给你展示一下渔获。我操！好，就这样吧，走吧。